植物类人红杏界，攀爬大树如履平地，舍命采集濒危植物。一部以植物类人为名的影片日前在网络疯传，全球超过千万人次点阅。主角红杏界这外表黝黑、个性木讷的大男生，现任职孤园卓影保种中心。只有国中学历的他，早就被认定是这领域的顶尖，常年野外采集，曾被毒蛇咬过六次，能不减他进入山林的决心。尽管只有国中学历，他曾不顾生死走访深山和悬崖峭壁，采集野生兰花卖钱糊口。红杏界被孤园卓影植物保种中心执行长李嘉维破格录用，与一群硕士生、博士生一起工作，还被同事称为界神。很多植物学家想做又不能做的事，他通通包办了。他能轻松的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，眼睛跟扫描机一样，能一眼就识别出各种植物的种类状态。红杏界还发明了烘干标本的设备，还得将植物各种各部分器官放入液态氮中，低温196度瞬间冷冻，完整保留至植物基因，留给下一代科学家研究。红杏界一直没结婚，以后也不想结婚，结婚是要负责的，我太爱采集植物了。有一天我绝对会是死在山里的那个人。由是红杏界看透自己天性浪漫，索性认份专心做自己的最爱也最擅长的事，在44岁找到人生第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成为孤园卓影植物保种中心的研究助理。靠着热情与勇气，至今全球第一完成20000多份植物标本，还无师自通成为植物画家，不愧为植物类人。